我靠！过去，过来！哦呦！我死掉了 ！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，I am Ultimate in a New Game， 欢迎各位再度回来我的游戏试玩时间啦、啊！今天要来试玩这款游戏呢，叫做《爬行总猎杀》哦。那它是一款，应该是一款生存冒险类的游戏吧。然后呢，里面还有包含了一些恐龙这样子。个人觉得是还蛮吸引人的啦，欸，因为有恐龙嘛，有恐龙你又可以打龙哦，你又可以生存，这个要素呢，感觉就还挺不错的。就这样，什么东西？奥利克蜥蜴人来自哪里？这什么？该不会机翻吧？陨石撞击后，恐龙灭绝了。我有点懒得看了，怎么办？感觉有点激动，就不太想看了。反正来直接进入游戏体验看看哦。好，这是我的开头。这个是美格龙吗？美格龙在打招呼哦。嗨嗨，你好。哦，我要按一跳过吗？哎，好，不要不要，我看一下动画好了。哦，这是我，是吗？我是爬行总猎杀。Traces, it's Triceratops. You're too far. Don't know this land. Come on, Dad. We should bring home something bigger than this little. Come on, Dad. 结果剧情是我爸被杀掉了。我爸也不是我扮演老爸是不是？哇，这个翻译水哦，而且我还卡顿，怎么回事？哦，哎。剑可以捡回来吗？剑不能捡回来。然后 Y 可以使用无人机。哇塞！可以使用无人机？这个不是远古部落吗？这是要学地平线是不是啊？跟随三角龙。好哦，这个画质难怪大家会负评满满啦。啊，等了这么久，结果来了这个画质这样子。好 ，Ctrl 是蹲下。Don't underestimate them. They are there. I see him. You look scared. I hope it's not the raptors. 哦，三角龙冲过去了。Be careful. Be careful. 哦，这边还会掉帧呢。哦，哦。Look, an ancient machine. 我还可以砍他们呢。Maybe I'll find something useful. 笑死了。这到底在干嘛？这什么？看不到啦，这个是废铁是不是？他是不是要把它硬做成像地平线这样子啊？文明陨落之后，新的文明再度开始。我操！好，死去，然后可以拔他的肉这样子。重点是你还给我击翻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我无人机放了也没什么屁用啊。后下放无人机还跌倒，你看，哎哎哎哎 ，Hello， 哇塞，我的天啊，到底有几只？不要咬我，我先砍一下肉哈，拿了肉跟骨头是不是？剥皮，哎呀，那个有一些翻译根本没有完整啊，你看上面左上角写跟随三角龙口。口口口口口！哦，我的无人机瞬间移动飞回来了，是这样。所以说这个东西丢出去之后，周围就会有显示可以捡的东西，这样的意思吗？是这样吗 ？I see him. We have to sneak closer. 我找到他啦！我们要偷偷的靠近。I will do that. I have to shoot at a very precise angle. 这是战神吗？在教自己的小孩？这什么？谁啊？哇！哇！这什么 ？God, reptilians！ 蜥蜴人穿着这样子啊 ！Human！Human！ 我操 ！Stay back, Arik！ 靠，这个这个配音实在是太鸟了吧 ！This is not your fault. We just need your son.我们只要你儿子。
啊！带走那个男孩。啊，我们要救儿子是不是？救儿子之旅。哎 ！No, run, Ulrich！ 这丢什么鼻屎啊？哦、逃跑了，逃跑了！我的蜥蜴人跳很高哎、欸，真不愧是蜥蜴人。他将成为一名蜥蜴人。No， 辛巴。那辛巴，木法沙掉下去了。爸爸，你有没有看过迪士尼啊？哦，所以说我还是原本的这一个啦。原来如此。Ulrich, he's not ready. I hope. 我以为我一开始我就要直接换角色了、欸。I'm lucky that I fell into the river. 旁边有霸王龙在吃东西耶、欸，这也太突兀了吧！好了，拯救儿子之旅 ，My son， 我就要来救你了 ，My son。哦，终于可以动了，这个吊针真有点严重了，我的天哪、啊！找到一个治疗植物，这个吗？这是椰子啊。嘿，然后呢，木棍，我到底在玩什么东西啊？这可以打吗？杀掉之后可以剥皮，但是剥皮还需要时间呢。算了，受不了垂直同步了。好，垂直同步或许会好一点。好像有比较好一点的啦。我要去敲那只霸王龙。我可以蹲下去，可以隐身呢。I have to be careful. I have no chance with him. 没有胜算。哦，帅这个霸王龙，要不是。最好是暴龙可以这样的，你恐暴龙哦？哎、欸，我讲真的，要不是因为这游戏有恐龙哦，我才不会花钱去买它，关注这么久嘞，好不好？你看你的眼睛是怎么回事？珍珠是不是？真的啦，要不是因为这游戏有恐龙哦，我才管它去死是什么烂游戏啊！这个红绿灯，古文明，哇，是在卡什么东西啊？没关系，我冷。吊针的问题我冷，好不好？难怪会被复评。我到底是玩了什么？啊、哦，我现在要去哪里啊？找到一个治疗。玩到现在还没找到一个治疗。香蕉可以治疗吗？狂暴药水、治愈药水、治愈叶子跟椰子。我要怎么找到叶子？这边有香蕉、banana。算了，我还是回刚刚的沙滩那边好了。那边搞不好还有椰子，我去拿一下。哎，这边居然有椰子啊！好，我捡椰子，可以。无人机可以帮助，好，丢一下啊！可是刚刚我按了，它不鸟我啊，还是有切到波板的关系啊？没有啊。我们的无人机坏掉了，你知道吗？现在按了完全不反应的啊！什么东西跑出来？流水声，前面有箭矢可以捡。噔噔噔噔噔！我先剥皮啊！干什么东西？哦天哪！美格龙啊！是什么？木棍，不想打而已，太累格了，一下顺一下不顺的，到底是什么？废铁，好哦，啊，到底受不了哎、欸。算了，不管，我走那里。
我到现在连第一个任务都解不了。跳啊跳啊！天哪，这可以爬吗？椰子很好，爬。哦，只有在这个时候不会掉帧。哇塞，只有在爬的时候是顺的。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天哪，好，要开始那个了，是什么？ Another trace. Arik went that way. 血迹吗？那是他儿子的衣服，是不是？吉贝龙挡路了，我要干掉他。To be stronger before I can do that. 高杯啊！你可以制作狂暴药剂。按哪一个？那个选单到底怎么开的啊？啊？我没有那个选单啊。Tap 啊 ，Tap 啊。吃一下椰子，这个跟地平线好像哦。爆炸箭矢，做一下，做完了。狂暴药水，我根本找不到叶子啊！重点是我找不到叶子啊，叶子到底在哪里啊？有人可以告诉我叶子在哪里吗？一杯找半天没看到叶子，是这样？他来干我，是不是？没爆炸啊！我靠！过去，过来！哦呦！我死掉了！这是哪里啊？哎，我怎么传送到我不知道我在哪里的地方啊？而且逛了老半天。治疗植物到底在哪里啊？地上一袋一堆草，不能捡呢。请问治疗植物在哪里？不要说干掉了啦，你被扒两下你都死了。在这之前，我必须变得更加强大。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强大，教我好不好？欸，他好像可以绕过去，他根本完全不鸟我。可以爬上去攻击。有啊，之前那个预告片说可以爬上去攻击啦。对啦，是可以爬，没有错啦。我可以要从那边静悄悄的过去吗？哎、欸，刚他走过来了。哎哎哎哎哎，哇！哎、欸，等一下啦。先捡再说。哎、欸，没事儿、欸。他打不到我哎、欸，我是在这里他就打不到我啦。打到他吗？哎、欸，你好啊！我可以这边慢慢射吗？好好笑哦！嗨，你好。不对啊，我的伤害也太低了吧！砍他头！哇！我终于找到对付他的方法，我终于找到了。但重点是这个也太久了吧？这个伤害怎么打、啊？他都不会攻击的、欸。哎、欸，这可以打爆哦！哦，这什么？我捡到什么东西啊？制造狂暴药剂，击败赤龙。我狂暴药剂不能做啊！所以说，到底药草在哪里啊？我从一路沿，我从。前面沿路一路走来，我根本看不到什么药草。请问一下，药草哪里生啊？有没有药草啊？地上一堆绿绿的就不给捡这样子。我要药草啊！没有药草生存个小哦。这边有教学。不是啊，重点是你教学开出来了，可重点是没东西给我让我制作啊，使用，嗯哼，白痴游戏是不是啊？那个智障哎、欸，
而且你往回走，他那个胶血还会跳出来一次，笑死了！我拿到药草了！你他妈药草就只有一株，然后长在这个地方，就是一个胶血这样子。Oh my god！ 你可不可以满地遍野全部都是药草？那我不小心把它吃掉，完了死定了！这药效还在不在啊？看，我要在药效消失之前跑去打他。哦不，这个药草只有一株而已啊，可以不要这样子吗？来单挑，我现在虽然有点时间，但没有关系，我可以杀了你。砍他，砍他，不是可以骑他背上吗？哎，攻击准一点啊！完了。为什么都没打，没什么打到啊？哇，糟！我要狂暴美了，我要舍弃大家。没关系，我用一个卡位的方式，卡不了，我要死了。哎，居然没打到我，太神奇了！啊，打到我死了。到底是什么烂游戏啊？够了哦，不要一直跑哦。那打到我真的没多痛哎、欸！哇，完全没什么扣血，好爽啊！好了，不要剁了，不要剁了！你剁不死我，你剁不死我，跳上！哎，这个预告片里面经典桥段，跳到背上叉叉，好叉叉的。哦，原来打到一半之后可以这样子，哦，还帅气的跳落。啊，割皮！我到底在玩什么啊 ？Oh my god！ 我觉得这个游戏狂暴药水就无敌了吧？真的啦，狂暴药水就无敌了，真的啦，不用在那边给你收集什么材料干嘛，你狂暴药水就绝对是无敌的，好不好？哦 ，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所有人都被杀了。哦，所有人都被杀掉了。More reptilians. They are looking for something. 我可以暗杀他吗？阿沙西，杀死！哦，他还做了阿沙西那种感觉。阿斯上面东西可以拿、哦，还做潜行要素呢哦。哦 ，What the？What the hell was that? What the hell? He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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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eorge, try. 哎，啊，我就在你面前，你现在是怎样？哇塞，我都已经穿过你了，你现在把我当空气耶？迅猛哥哥，迅猛哥哥，快拆！刚才攻击超级不流畅的，不是我要讲。None。我这不是可以射下来吗？我靠，我不能射下来啊！哎，我这往下掉。What the fuck？ 到底是干嘛啦？这边要电池哎、欸，原来这可以打爆、喔。不要打扰我啊！哎呦，上面那个，我好像可以做火焰箭矢，对不对？有嘞，可以做嘞。你一罐汽油只能做一支箭矢，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？这是爆炸箭矢啊！汽油一罐，你只能做一支爆炸箭矢，有没搞错啊？那这爆炸箭矢可不可以拿来用在？这上面啦、啊，把它炸下来好不好？然后炸掉之后呢，再获得一罐汽油，再捉一只。所以说，我请问一下，我拿爆炸箭矢把它炸下来的先前条件是，我要用汽油做一只爆炸箭矢，然后炸下来之后掉下来，又再一给一个汽油，要我再做一个爆炸箭矢啊？那我为什么要多此一举用爆炸箭矢去炸这个东西嘞？用点脑好不好？而且你看，我没有椰子，我不能做了。
难怪会复品啊，不是没有原因啊。光是这一点，三岁小孩都会觉得问题出在哪里了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天哪！哦，最后这个地方是顺的嘞。刚刚那是羽毛吧？哦，哎，前面那扇大门，靠北。干老师，我不玩了，垃圾游戏。